中国工业化的蒙古元晚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完全变成了封建的大地主，各占有大量的田地。元太定都也先天下来了。在元太元年间，秦世祠同各北朝廷七千顷地。元顺帝时，他的祖父鲁鲁是天禄儿，在他即位之前，就是元末农。播出的土地仍然很多，占田的实际数量肯定比这多。为了笼络蒙古王国，元朝皇帝就把金银田土分给他。在元世祖时期，政府给大臣田一次只有百顷，以后则增加到千顷、万顷。从前自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大多数蒙古贵族将从农夫那里获得的土地，在按苛刻的条件以租佃制剥削。元武宗时，晋西的人只给1200，每年收租50万石，平均每年要收40。如此，利用农民土地，淮南王家族给了王州广战50派人纵马到各乡所寨征兵，驱逐农民。元文宗时期，燕天禄儿请求皇帝将苏镇在的官田割界给其兄长李氏代转租给农民。不过，当时蒙古族地主兴许不会汉族地主也不闲着，他们的经济之高处在福建长安县有人数人户450家，大梁落成时，其中550万实施大梁。还任意向佃户征收食料，迫害富家粮，甚至强迫佃户代服差役。有一些地主还以推荐、欺骗等手段逃避劳役，富力不均的现象十分严重，其后果是家家户户、小民间无所藏。北部地区的富力不均，导致了富得佃户，穷人末，贪污和剥削日益严重。官吏为了官官员的敛财花招层出不穷，除使官多带利钱，于是白料约三钱，黄爵约朱爵钱，生辰为生日钱，做名田的人为钱一分钱，旅行的钱多约钱多，福德州人约好一分，福德直进之约好之分，甚至连官进之官也是所值之官，以之官为官者。正四年1344，黄河三次大洪水，饥民遍野，农夫们被天灾人祸地赶出土地。武装起义，蔡定二年1325，河南曲周赵口托菩萨起义，提出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广东发生了朱光清、聂秀清起义。光福出世，同一年又有河南棒湖起义，大湖烧起义者举名了小旗。大元四年1338年，元州彭和尚、周德旺起义，起义农民5000多人，有些真是证书。小龟奴起义、澳洞以遍及近金南地区一场起义，就有300余次。这场暴动的统治者对汉人、南方人
不能，而且不能命令北人不许海报。执行这一禁令，更激起了反抗。各种反蒙古统治者的歌谣到处流传，刘伯通已全集江南，不宜再给背口号。这是有人说坦白，北人是主客，大侯南人苗当主，还说天意你体验中原的是这几首歌充分反映了当时意义最大的民族矛盾和缘末。果真烟草天香，反了当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子发栋梁，率领北徐军人民15万，并派军队沿黄河镇。正是这些黄河工地上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红巾放动号，一时频出万者余归，不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举着起义的旗帜，朱元璋乘势而起，击败各地诸侯后，北上繁衍。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彻底瓦解。直到正28年，明洪武时期才被彻底瓦解。8月，北伐军进占大都，结束了元朝对全国的统治。同一年，朱元璋称帝，建立大明王朝。中国的手工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物美价廉，具有巨大的竞争优势。大量那时南中国就存在着一种海商文化，郑和下西洋后的大明帝国由于某种原因实行了海禁政策，但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也悄然兴起。这是因为这种政策的发展，明朝的原始工业化正好于此。如果不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角度，从社会实际生活的角度来看，明后期比以前的社会更加开放，中国人私人出海贸易，外国人私人来华，在明代后期已经成为气候，已经
时，这在明朝前期是不敢想象。一直到明王郑成功从荷兰人手收以此为基地的海上势力超中国、日本、东南亚之海洋地域西方早期殖民者东进抗争。举一事，自从明中期以后，原始工业化就开始如雨后春笋，最终到达整个南中国，这样就达到了海商文化的潮流，但最终也很快就退潮。这是为什么？本质上说，是中国传统社会多元化结构的原因。那时的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农业大国，重农思想根深蒂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早熟，而它包括多种生态环境、历史发展背景、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等不同，相互补充、相互牵制，具有其他社会无法比拟的适应性和弹性，没有任何外来干扰，使之并像海绵一样吸收了各种新生的思想文化，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不断壮大。一是能够灵活地改变自身的表层结构，适应；二是善于抵抗各种变化，保持生存。这种新的因素往往成长到一定程度后，就反传统，最终走向完善传统。如果没有中断，这一社会结构中进行的人，它可以自我发展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完全不同的现代化。但是明代后期传统社会结构的化学历史，这一过程被扭曲，新的东西很快夭折，或者很快改变发展方向。由于这种原始工业化的发展机会，它缺乏社会化，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不同，在许多方面的帮助与配合下，经过自身的斗争，最终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至明末清初，统治者由于种种原因不断地进行